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第五呢跟第六呢就是敬业普愿，把清净业普愿一切众生。这四界海显示真实的法，那些众生他这个演说他闻法永远不断。在另一些众生他的根住根，眼耳鼻舌一说的根呢，就包括了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根一定对着尘，对着三生相位出发，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入菩萨位了，这样就能升起一些佛法。还令一些众生能够以无量的言辞随众生所欲而给他演说诸法。随众生的眼耳鼻舌身住根，那诸佛菩萨摄施一切方便善巧，这个非常的难。随你众生所做的，菩萨就视线跟你同事舌呀、耐语舌呀、布施舍呀，就舍受你的种种方法，这方法就叫善巧。为什么呢？让你得入佛法故。这一个说世界成就，说世界成就，世界上得有人呢，得有根基啊。这是福袋说的，这后头前头都是总说，而后的品位一品一品的解释，那就详细解释了。所以把这个十种设成这五段，华严经的经教的它的缘起，它的因是十字十海十德十方便，什么都说十，一切皆以十。四十就是这个时候啊，因缘契合的时候，普贤菩萨福于令无量道场众海生欢喜故。无量道场众海，说是道场里头来的那个大众啊，这些都是菩萨了。让他生大欢喜，生欢喜干什么呢？入佛的智慧海，令与一切法增长耐药心药，那些个住或入这个法会的。所以文殊普贤菩萨从三昧起之后说的世界成就，说一报，世界是一报，显正报，从时没说世界，都是从正报来显一报。令广大真实信解海，令这个一切众生能够生出来真实的信解。相对我们来说呀，我们的信解不是真实的，不管我们的愿望或者我们自己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你的信解力不真实的。为什么说不真实呢？你没有根据你的信，就是我们最初讲的相信自己具足，
毗卢遮那的性海，我们跟佛无二无别的，是必须得入是解，解是坏，有这个智慧，了解义理，把这个所信的道理啊能够明白，能够治静字，凡是不静都把它治出去，把不净的都治了就清净了，清净成就了法界藏身。令那利普贤愿海，所以愿为主导，所以说信愿，信了一定要发愿，你每天要发愿，不会发，不会发，念念普贤和愿品的愿就行了。普贤十大愿王，具足一切愿，还得有智慧眼。什么样智慧眼呢？净字入三世平等，过去、现在、未来，平等平等。这在你记住性上，你信那个相信自己毗卢遮那。那个性是三世平等，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在咱们现实的行动、生活当中，没有这个愿，所以三世不平等，现在也不平等。你没有这个智慧，有智慧看什么都是平等平等。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南阎浮提啊，跟极乐世界啊，平等平等的，乃至一切众生，他本具的佛性，跟诸佛平等平等，但是没有善巧智慧，只是理具，理具不是四修，必须还得加四修啊。能让你增长的普照一切世间藏大慧海，这个很难了。把一切世间都知道，知一切世间，就是认识世间的成立。简单说吧，我每次讲课都讲啊，要让大家认识当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样子，这个南阎浮提的地球是什么样子，就是大自然呢，大自然呢，这个土地上的所有的活动的人畜生一切的活动，让你认识世间呢。咱们所说的世间，是间隔的过去、现在、未来，间呢不同，各有各的，过去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那寡说是没有间了，自在了，就知三世，令生陀罗尼利利此一切法轮功，陀罗尼就是密咒，密咒陀罗尼翻成种子，总一切法持无量业，但这个产生力量，让它产生力量，令一切道场中都能够达到佛的境界，给他开示的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佛智慧，咱们是呢一道有一道的境界，咱们的境界就是现前这个四相嘛，出生的境界呢他也在这世界同咱们一起生活，他那个境界又不是这样的了，除了水和草之外别的他不晓得了，
都到出生道就知道了。这人如果是个人，只知道捡啊，只知道吃饭呢、啊，吃饱了肚子穿上衣服，冬天穿暖点，夏天穿薄点，嗯，与畜生何异呢？跟畜生没什么差别。人不同的人有智慧啊，他有观照力。嗯，但是陀罗尼利，就是总持一切法，明了一切义。那就是佛所转的一切法轮，法轮就是讲道理给你听啊。那一些道场中，进佛境界，悉开四过，不给众生开头那个什么二乘啊、全乘啊，不，都入佛的境界，究竟一乘，令他开悟。阐扬一切如来的法门，以这种的智慧的圆满心开阐一切如来所有的教法，都是圆满了。这就说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另以一些道场信佛的境界开示，这是普贤菩萨现在就是信佛的境界，那开阐一切如来的法门，目的呢应他增长法界广大甚深一切自性。所说的颂言就是这个含义。闻法一定要生欢喜，所以令他增长法的广大甚深些字，那就生欢喜了，生大欢喜心。智慧甚深，功德海，普现十方无量广。随说众生所应见，光明遍照转法轮。十方刹海破四意，佛无量劫皆严净。为化众生使生说，出行一切诸国道。这个过去的主持啊，有好多这些字他不解释了，没做解释。我们就随着这个文字啊，略微加以说明。说那个诸佛，普贤菩萨这教育我们，教授的方法，说诸佛的甚深呐、智慧，像他的功德，像海那么样子的，普现在十方无量国度，有国度有处所，佛一定现身。但是众生不一定见到，随受众生所应见，随他的根基吧。这有明有显，明显有隐有难，难着就是难将。你皈依三宝了，佛菩萨已经给你转化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个难将。有现象，我给你做开示。那叫名家，有两种。我们的众生啊，都喜欢名家，其实他已经增长智慧了，已经消了很多灾难了，他还不知道。那为什么佛菩萨不是一律名家呀？名家渡不了了，咱们这个众生的心呐、稍微得到一点儿，他就了不得了，趾高气扬，完了到处宣传。招摇撞骗就来了，所以佛不显家的少，慢慢的加给他，业障逐逐的消，使他发愿、忏悔，发愿忏悔，这两是最重要的。完了加个回向，您每天这三件事一定都做，一睁开眼睛。
皈依三宝了之后就发愿了，我要消除业障，我要度众生，这是最主要的。你或者你要升极乐世界，我要升净佛国道，净佛国道太多了，你学华严经的一切都是净佛国道，要发愿，愿能储成你事业成就。做生意的，我就告诉他们，你皈依三宝了之后，我要发财，完了加一个，我发了财供养三宝，你们发了财，你把三宝忘了不行的，发了财供养三宝，这大愿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发完愿了，你还有很多罪业啊，那就忏悔吧，发愿完了就忏悔吧。到晚上时候了，难定了。你要回向啊，把一天所做的好事儿都是利益众生，不是求佛法就上求下化，把我做的所有的从佛教得来的好处都布施给众生，这叫发愿忏悔回向，这三个一定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做。你做上一年两年，做上十年，你再认识认识自己吧，变了，起大变化了。知道佛的甚深的功德海，发愿我也要求正德，普现十方国度干什么呢？度众生啊，随着众生所应见的，光明遍照转法轮，十方刹海破四意，佛无量劫皆严净。为化众生使生说，除行一切诸国道，佛经甚深难可思，普世众生令得入。其心要小着住有。说那个心呐很小，对世间相非常执着，着住有，有很多了，开阔了25有，无25有再开阔了，一切就是有，这有为法都叫有，这样来度众生的，同时告诉他，化诸众生使成熟的佛才出现一些国度中。佛的境界是甚深难可思的，不要有世俗小乘那一般的凡小的眼光来测度佛的甚深的难可思议的利益众生的事业，测度不到的。普世众生令得入，让他都能入得佛的甚深境界。如果心小的执着一切有法的，不能通达佛所悟，那他没办法进入佛的境界。要有净心坚固心，这个得要记住，清净的心，什么清净心？法界义，咱们再说小一点吧，《金刚经》所说的无哪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怎么样住你的心，怎样降服你的心，把那个着那个一切有的之见把它消失，能够通达佛所悟的。如果你执着一切有放不下，特别是我见，你怎么能够入到佛的境界呢？所以必须得有个清净的坚固信心，常得清净善知识，一切诸佛与其力，此乃能入如来智。有个清净信心的坚固心，再加善知识诱导，这样子佛的佛力
你才能得到佛力的加持，你才能入得如来的智慧。临入常狂心清净，常乐慈悲心欢喜，常欢喜慈悲，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莫说伤害众生的话，莫做伤害众生的事，意念常存大慈悲，利乐救护一切众。咱们心里不是这样，吹毛求疵。本来那众生他身上长什么毛，要把他毛扒开，看看他有那个疤没有，这吹毛求疵这个意思，懂吧？这个意思。众生本来就在烦恼当中，那毛病太多了，你这行菩萨道的度他，要找他的毛病，那不要去吹毛求疵了，大概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很好啊，很好还要你度吗？他本身就很好了。对，我们这个绝对做不到的，吹毛求疵太多了。道友之间净看别人的毛病，从来没看到自己。啊，他又犯戒了，你看他那，他威仪不整。啊，今天我看他早晨没上殿。给如师傅报告一下吧。这类很多呀，你们自己互相想想。学大菩萨，转变观念，转变你看问题的看法，与人为善，对人都要慈悲啊，不要伤害众生。这还只是人呢，牛马，牛马它也有它的性啊。出生当中，牛马跟着接触的很多，对人类它做了很多的贡献。说到老鼠，老鼠它对人类没贡献，人讨厌。还有一个灶台上蟑螂，你最讨厌了。夏天的蚊子，所以对这一类众生可就难了。你要对他们能够，这必须得有清净的坚固心，看一些众生平等对待。没有清净的坚固心呢，办不到的。但是谄曲欺骗，嗔恨，发脾气，经常冒火，火哪来的呀？烧不顺你的意了，你就烦恼了。如果你什么权都没有，危害不大；如果你是掌权的，这个害的人就多了。太多了，都要注意啊！常持喜欢，具足慈悲的心，慈悲养成了性。但是不要学那个世间说慈悲生祸害呀、你慈悲吧，你慈悲就生了祸害了。我没看观音菩萨生了好多祸害。对，所以本身就是修，生了祸害你自己业障消失，因为慈悲生了的祸害，你的业障就消失。给人家快乐，拔出别人的痛苦，这是慈悲的本性，培养自己慈悲心。大慈大悲，看到《法华经》的常地菩萨，大慈悲心。最广大深信人，比问此法深信愿，说有那个想修成佛的那个人，深信自己是佛的人，他听着这些法呀，他就生大欢喜心。这些法是谁说的呢？普贤菩萨从三昧起来说的，这是普贤说的。世界成就啊，这篇是普贤说的。
南主普贤住持住院地修行普贤清净道。菩萨跟他说，说你们都南住普贤清净地，普贤不是代表一个人的名字，这个最初开始跟大家讲了，是一些法，一些法接近圣地修行普贤菩萨，他所有的行所有的愿全是清净的。什么达到这个目的呢？你观察着法界一切入虚空，虚空才清净。如何能清净？但是斯里兰卡那个佛说那清净道，在斯里兰卡国度他就传这个清净道，清净道论，就是论清净，清净道论，论清净道。至于广大的深信的人，必须立大志向，深信佛的教授，深信普贤所说的话。他闻着这个法呀，他非常的欢喜，他能难住了普贤这个愿，难住普贤横，能够修行了普贤清道。因为什么呢？观察法界入虚空啊，法界所有一切诸法虚空，随缘难立，这个缘难立的一些相，这才能知道佛的行处。如果你不能观察法虚入虚空，你不能够入到佛的行处，持若菩萨怀善力，见佛一切神通力，修于道者莫能知，普贤恒人方得若。众生广大无有边，如来一切皆怀念呢，护念他，佛护念一切众生，转正法轮，没不自。法轮是常转的，越是这个苦恼众生处，法轮越是常时加持的。这就是毗卢遮那警戒力。一夜刹土入我山，所住诸佛以福言，唯愿观得住猫空，我今是如佛境界，普贤恒愿无边际，我已修行得具足，普贤境界广大深，是佛所行应替听。普贤菩萨说的最后这几句话，这两个偈颂，一切刹土都在我身上安立的，世界成就，成就在普贤身中。一切刹土入我身，所处所住诸佛，刹土在我身，一切诸佛都住在我的身上，住我每一个毛孔中。如应观我住毛孔，再会这大菩萨，你们都看看我的毛孔，一个汗毛孔，我在我每一个汗毛孔中显示让你看，看什么呢？佛境界。普贤菩萨每一个毛孔中都实现的佛境界。同时他跟那些菩萨说，你知道吗？我的恒愿，普贤恒愿无边际，你找我的恒大恒大愿，找个边际，没有，无有，没边际。我已修行得具足，我全修行圆满了。普贤的境界广大深，是佛所行应替听。我跟你们所说的都是佛所做的，你应当入理的来听。这个咱们好像
自赞。普贤菩萨说自己啊，这不是自赞吗？没有回他啊，果是自赞。那你以此这个段这一段的经文，普贤菩萨已经是证得佛位了。一切菩萨一切诸佛成就皆以普贤恒愿得成就的。初八赞，这个十个赞颂啊，追溯八个计算，赞叹诸佛的，赞叹毗卢遮那诸佛的。后两个是劝，我就是这样修成的。劝什么呢？劝着谁与会大菩萨都应这样修习普贤恒愿。修习普贤恒愿也能够成就诸佛的功德。在佛教义里头说，说我们薄地凡夫，说一个地位没有，薄地没入地。他的演说能与佛齐等，演说跟佛是相齐的，恒愿呢没得，这叫说而不行，效果不大，是自身说了，自身说。但是闻者听者他的恒愿大，是不是？后后胜于前前，像中国的老话嘛，青出于蓝胜于蓝呢。含义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谁能闻着这个法，能这照去做，谁就入了普贤恒愿了。而是普贤菩萨摩萨告大众言呐，诸佛子啊，世界还有十种事儿。世界还，而世界成就世界还有十种事儿。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已经说了，现在还在说，当说。当为你们说，这普贤菩萨介绍说的啊。何者为实呢？哪四种呢？所谓世界起具因缘，世界海所依住，世界海的形状，世界海的体性，世界海的庄严海，世界海的清净，世界海的佛出心，世界海的结住，世界海是处所了，结是十分了，世界海结转变差别，结转变，就是个劫难呢，它个转变为清净，可以到破坏时候，或者转变了，不坏了。世界海无差别，一切世界海无差别就平等了。那些世界海体呀，世界海相性都有差别。那世界海的转变多了。咱们所看见的太空中的星球，成住坏空，这个球成，那个球是坏。那个球是空，这个球是成，这个就像太空中现在那个用那个科学家的探问也知道，人和戏都在成住坏空。世界海的没有差别，先说有差别，完了说转变差别，完了说世界海没有差别。诸佛子，料说世界海有此十色，简料说吧，
世界上有这十种情况。要广说呢，与世界海微尘数等过现未来诸佛，已说现说当说，说三世诸佛都在说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我也如是说，我当给大家说，就对的普贤菩萨，对的来到大众的诸菩萨，跟他们说，给他们说世界海的这个南力，世界海的演变，世界海的广深，世界海的刹种的成就。讲讲世界海的体，讲讲世界海的名。问题就是说起来就很多，表现什么呢？表现世界海的无尽，过去说，现在说，未来也在说，现在当说，过去在说，现在在说，未来也在说，现在当说，我给你们也在说。普贤菩萨对再会大菩萨说，意思呢，显他的殊胜，显他的重要性，显世界的成就是决定的，是无改易的，不是随时变化的，这有十种的解释这个世界海的，是揽缘成立的，是成住了、成矣了，一直住。它的外形的状况的区别，圆形的了、扁形的了、四方形的了，什么形状都有。完了再说，这个世界的内体的差别。有的世界宝，有的世界海，宝这个世界宝很多，是宝成就的。有的啊，那个世界啊，污秽的不得了；有的那个世界污秽不生。有的佛出世是这个样子，有的佛出世是那个样子。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那个样子，释迦牟尼在娑婆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的长劫亿万年，有的短劫几万年或几千年。而几十年，这种种的差别，随业改变。当这个住世界海的这些个众生，他所造的业，随他业改变的。包容来说，包容来说，是均等的。包容来说还是平等的，在事上的业上的不包容，在体上的包容，平等平等，平均平均。这下头做入世的详细的解释。今天嘛，我们就解释到这里吧。当代佛门起诉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
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新北有一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高平地区六处，金门设有一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恒氏呢是位于树林的这个西北方，啊，就在树林很有名的一座大同山。那么寒明寺呢所坐落的这座山呢叫千霞山，所以我们也常说千霞山海明寺。啊，因为在海明寺呢，一早呢可以看到日出东方啊，常常会看到这个在光照当中呈现出千道的这个彩霞，所以名为叫千霞山海明寺。那海明寺呢，的一个创立的因缘呢，是在民国49年，啊，这是跟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有关，啊，那在民国49年呢，啊，当时呢，台北市的市长黄启瑞市长，黄市长呢，他在市府的仓库里面有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啊，他是一个青铜做的一个观音圣像。那因为这个黄市长呢，他希望为这个这座观音像寻找一个去处，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呢，这个黄市长呢，联系到的这个悟明长老，后来呢，啊，这尊观音像呢，啊，就被请到了，啊，这个悟明长老所住持的这个大悲院，啊，那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啊，在海明寺的县址，啊，这个周鸿成老居士呢，啊，他年纪也很大了，他也希望说将他很心爱的别墅，啊，
捐出来。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啊，他们透过这个辉业老法师的一个因缘呢，他们介绍的这个悟明长老给周洪成老居士。那周老居士呢，他看到了我们长老呢，他就满心欢喜啊，在民国49年呢，就捐了目前我们在海明寺这个圆通宝殿啊所坐落的这座山头呢，捐出来，那就是来礼请呢悟明长老来咱们开山建寺，这是海明寺呢啊建寺的因缘。海明寺最早的这个大殿就是这个圆通宝殿。宝殿呢，它原来是一个，就是一个砖头啊，有三个拱门，三个弧形啊，这个就是那个周洪成老居士捐赠出来的时候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呢，也是都是如此啊。我们经过60年了，我们一直还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原貌。啊，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圆通宝殿，在圆通宝殿，我们上面看到一块匾额呢。这个匾额啊，上面写着“海明寺”，啊，就中华民国49年，是由刘启光先生所捐献的，啊，请张道花先生来题这个字。我们现在一起来进入这个圆通宝殿。在圆通宝殿所供奉的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圣像，啊，它是铜制啊做的观音圣像。那么这个圣像呢，哎，它是在昭和2年12月，啊，也就是公元呢，1927年，民国16年的时候，是山口玄洞，啊，跟啊他的夫人呢正子啊，他们来发心。来捐赠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圣像。那铸造的地方是在京都啊室町啊，那铸造者呢就是高桥才智郎，他所铸造的啊，他所铸造的，所以这个圣像啊到啊现在呢已经有94年的历史了啊，94年历史啊，那么也是非常的庄严，非常特别。那我们这一尊观音菩萨像呢，奉请到海明寺来供奉之后呢，我们稍微做一个整修，啊，一直到107年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在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整修。那么这个整修呢，我们也特别请京都的这个做这个贴补的这师傅呢，啊，请他们住在这个海明寺，啊，花了一段时间呢，那重新再把它这个贴金箔啊。包括这个佛龛呐，啊等等，也都是从京都那边在做过来的，所以等于是重新再做一个大的一个整修，才有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貌啊，这可以说是非常的一个庄严。周围墙壁等等哈，包括供桌都是块木，啊都是块木啊。那在这个天花板上呢，我们就以观世音菩萨千眼所手持的这个法物为主。啊，配合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种种的一个文物，来呈现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圆通宝殿很特别的地方啊。总之呢，整个宝殿的呈现出观世音菩萨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现行观世音菩萨，那他为了救度众生，然后他所呈现的种种的一个慈悲跟智慧啊，展现在我们诸位的眼前。众生能看到观世音菩萨法相，能够心生法喜啊，自然产生了一种礼敬，同时也能够啊，更来效学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啊的一个精神啊。我们开山悟空老和尚常常勉励我们说，大慈就是给予众生幸福快乐，大悲呢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老和尚悟空长老啊，他。来专弘的观音法门。海明寺的开山就是上悟下明老和尚，那第二代住持呢，就是我们的开山监院，上儒下道，儒道法师。第一种是
都心态不好，哦，反正啊，搁带这个胃病，迄阵就是我那修改了后，观音山修改了，楼上我的二师傅听到讲我去开刀，伊做我二师傅了，去开往去天牛外科加挂，我讲哦。啊，阿师傅，你足慈悲哦！我干那伊一个盖主尔来看我，伊讲如道，你手术了爱搁静养，爱静养，你到观音山来静养休困，安尼阿华足感动。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明远海明寺的开山纪念堂，就是我们纪念老和尚来这个开山。那么这个开山纪念堂呢，这个是我们广元长老啊他所题的字。那广元长老跟我们老和尚的因缘非常深厚，我们开办佛学院的时候就请广元长老来这边啊来担任这个佛学院的老师。因为地缘的关系呢，经常呢我们老和尚会请广元长老呢来海明寺这边来给我们开示。那我们纪念堂目前这个建筑物啊，包括两边的这个厢房呢，啊，在老和尚在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建设完成了，啊，当时呢，老和尚建设这个地方，也就是希望说，一方面也给他，他年纪大的时候呢，有个地方可以安养，同时呢，我们常住身重年长的地方呢，也可以到这个明远这边来做安养。但后来老和尚呢，一直没有来这个地方使用啊，他还是比较习惯住在他原来住的这个。这个厢房啊，在老和尚圆寂之后呢，啊，我们啊就依照老和尚的遗嘱啊，那么他老和尚吩咐我们要用做缸的方式，那事实上他做缸的缸呢，他在20年前他就自己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到老和尚圆寂之后呢，我们就依照啊他的遗嘱呢来做缸，上广下圆长老啊，广圆长老来给我们指导，啊。所以我们广元长老就知道我们完成的这个做缸的程序。那广老他能够知道我们来做缸，也是跟慈航菩萨有关啊。当年悟空老和尚就带着比较年轻的这个广元法师呢，啊，来参与这个戏子啊，这个我们台湾第一位肉身菩萨慈航菩萨的一个做缸，好，所以老和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那广元长老呢？啊，也在旁边熏习，所以老和尚做缸呢，啊，也就由广元长老来给我们指导，我们完成了这个做缸的仪式。这个开山纪念堂呢，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老和尚做缸前面有这尊蜡像呢，这个蜡像呢是老和尚在90松寿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弟子很发心呢，哈，他做了一尊蜡像。来供养我们老和尚，所以这个蜡像啊，我们就供奉在老和尚坐缸前面。纪念堂两边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由我们李前副总统呢，啊，他所亲自写的墨宝，啊，亲自裱好送过来的。啊，在我的左边呢，这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老和尚圆寂之后呢，这个我们李前副总统呢，他也亲自写的《楞严经》。这个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啊，前段跟最后末段呢的一个精要，啊，他写成这么一段文呢，也是写好之后亲自裱好送过来，在老和尚圆寂之后的一年呢，啊，那我们又特别请这个善导寺啊，就现在世界佛教僧协会的会长
了宗长老写的一个老上的一生的行礼的一个碑铭啊，文字啊也是请广严长老呢他用毛笔字写的啊，这是在老上圆寂之后我们又举行一个这个碑铭落成的一个仪式。那因为老和尚的碑愿呢、他有讲过，若有众生呢、于我缸前呢、以大悲水诚心祈求，必满其愿。所以我们依照老和尚这个遗嘱呢，我们做好缸，我们安放在这个开山纪念堂呢，我们每个礼拜六的上午9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虔诚的礼拜大悲忏，从圆寂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都没有间断，所以我们一直呢来奉行老和尚这个专修观音法门这样一个精神来跟众生结缘。所以老和尚常说了我们要孝敬观世音菩萨这个大慈大悲的精神，大慈给予众生幸福快乐，大悲拔除众生的痛苦烦恼我们以这个将心比心菩萨心所以我们这个观音法门就内观自在，十方圆明，外观世音，寻声救苦。自从墨雪呢回到自己的家乡担任海明寺的这个住持之后呢，我们在第二年呢就推行这个绕境祈安的活动，那跟结合的镇南宫千岁庙呢，还有我们施工所现在的区公所呢来推行这个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那么这个灯会也已经从三阳开泰绕境祈安，到今年这个扭转乾坤的福田新耕呢，整整有19年了的一个历史透过艺术那跟众生跟大家有更亲切的一个结合那将来我们海明寺呢可以说教育文化慈善这方面，那老和尚也不断的在各个不管佛教所创办的大学呢每个几乎每一所大学他也有曾经开捐1000万以上所以将来这个教育的工作跟慈善文化的工作，我们还是依据老和尚过去所做的精神能够再继续往前，甚至呢我们希望再加以发扬光大。那因为也经过将近30年的历史所以后来我们在整修这个大殿这个补墙当中发觉某些结构还是需要再加以强固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大殿能够走向一个具有美术馆跟博物馆那样的性质的那样功能的一个大殿，同时当然最重要还是大家可以来这边礼佛拜佛礼忏诵经庄严的一个道场，就变成一个比较多功能一个大殿。那因为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做一个整个加强结构将近要花2年的时间，希望未来海明寺会这个大殿会越来越庄严明年都举办这个水陆大法会，应该在今年的年底呢就可以来推展但是一个大殿的一个整修需要相当多的一个经费跟资源，我们也很盼望十方善信能够随喜来发心来让这座老上辛勤耕耘的这个观音菩萨的一个道场呢能够更加的庄严，发挥更多弘法利生的功能。